下班之前做完交给我。这么多做不完啊？那就熬夜做。白月月，子辰你怎么还没来？我等了你两个小时了，还要不要庆祝咱们七个月纪念日了？哦，我忘了，你自己去吧，我还有事要忙。喂，子辰，喂。谁呀？大清早的。宝贝，这么晚还不起床？你打错电话了吧？陈宝贝，我有神经病！不得不说，皮皮男友是真甜，我都想点一个了。这个皮皮里啊，还有好多不同类型的小哥哥，像是烟嗓音、大叔音、温情音，声音优质还好听，你想要的这里都有。这个，这个好好听。陈总，您订的饭。怎么样，陈宝贝？陪哥吃饭是不是心情更好啊？好你个拖好，想什么干？出去！搞这么大？他不是一直标榜自己是三好男友吗？那我也得让他感受一下虚拟男友的魅力啊！我最近总是你看吧，都整累了。不是，是为你所困。你真可爱。你给我跟解释。快去评论区下载 PP， 去要你喜欢的小哥哥吧。现在你该服务我了。干杯！月月，你这么想，不怕陈总说你吗？健康就差了。今晚我们不醉不归。Yeah！ 干！你怎么了？月月，你看金少还是什么人了吧？你拿她当闺蜜，她只想着怎么伤害你。我没有，是我把小海带回来的。昨天小海喝醉了，我忙着照顾，没看到你发的短信。小海也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再也不让我听到你说这种话。哎，月月，果然小孩子我和月月就不会好过。月月，谢谢你能这么不挑剔的信任我。这有什么？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。嗯，你也是。月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真是白瞎了月月对你一片真心。